主在今天也要我们进入深处。多深他没有说，深的程度看我们离岸有多远，以及看我们需要有多大。鱼在深处可以得到，在浅水中却得不到。主要我们在经文中进入深处，在那里圣灵能够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看见里面有海洋那样大的意义。主要我们在救恩中进入深处。以前我们只晓得耶稣赦免我们的罪，进入深处之后，我们就知道耶稣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。以前我们只懂得耶稣为我们死，进入深处之后，我们就懂得耶稣为我们而活。以前我们只承认主的宝血能洁净我们，进入深处之后，我们就承认主的宝血使我们灵魂和身体的香膏、食物和医药。主要我们在神的旨意中进入深处。从前我们很难寻求神的旨意，进入深处之后就很容易了。从前我们只能知道他的旨意，进入深处之后我们就能明了他的美意了。天父，你要我们在属灵经历中进入深处，因为在那里我们才会看世界如粪土，看主为至宝。在那里我们才会看见仇敌的凶暴和你的慈爱。在那里我们才会看见撒旦的势力和你的权能。天父，你要我们在圣灵中进入深处，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在圣灵里面呼吸，在圣灵的同在里失去自己，直到圣灵成为我们祷告的答应，成为我们最温柔的导师，最渴慕的需要。奉主名祷告，